大家好，我是海边大胖子，今天出来逛一逛啊，最近这两天没有潮啊，可愁死了。行，不多说了，来个地方看有啥货吧。之前逮的东西还不少，皮虾什么的，啥还有小鱼，过来搞一搞啊。不说了，开始转一转啊，转一转找货喽。你看这小螺，小芝麻螺，太小了，挺好看的还。长长应该行，再长几个月应该就行了。挺带劲啊，还不少，好密集啊！在这，好密集，我让我水下弄一弄，要不等会儿又冲上来了。哎，有大萝卜，哎，这是啥？哎，有个小东西藏在里边嘞，让我看到了，有点小啊，这个海白，这小螃蟹，放掉你吧。要你也没啥用，太小了，这种东西卖的话很便宜啊，吃也没啥肉，不要。走吧，再找看。吼，这个颜色好特别啊，要不还看不到你嘞。红颜色的小螃蟹抓到你了吧？还横横啥横，看这一个，嘿嘿，你还加的啥？这是，我去，你还加这个东西啊？看，这刚才用力过猛了，把它给弄伤了一下，没弄忘了。行，正好啊，要不又跑掉了，在水里。给你看看，啊，跑掉了，跑这么快，哇，跑太快了，这个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得把它弄上来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好讨厌。里边有啥货搞上来了，搞上来了，幸亏有劲儿，这些肉真不是白长的。OK， 大海龙，还有一个，你等等啊，看里边有东西在动呢。这网还挺好的，你看，里边挺新的。看这啥呀？冻着这个，好多这种的，看看，你看都在爬，嘿嘿，好有意思啊！这小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多啊？好密集，拿出一个来看一看。这一个，这是小螃蟹吗？不是小螃蟹，小寄居蟹，海洋生物。哇，太多了，竟然发现新的物种了，看这个和蜈蚣一样，好吓人。看里边还有啥，看看后边，还真有东西，缠得这么狠，这螃蟹不行，看还挺凶了，这个
回的网子太多，把这夹子弄掉就不值钱了。人还要夹我呢，让你夹我。哎，怎么缠这么狠啊，这个？嘿嘿，放下它。哎，这还一个，这还一个。这个东西，这个网这么大，套的东西还挺多嘞。这是大东西，大网套东西多呀。以后咱也弄点大网，准备一下。差点夹到我。嘿嘿。真不枉费我费这么大劲把它拽上来，还有个海虹，更凶了这个，你看还这，你看跳这么欢，看还有吗？哎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哇，它在吃这个小小东西嘞，这小东西很凶，它在吃这个，看。在吃这个东西，这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和刀郎一样，和螳螂一样，喂你吗？回去吧你。还有一只，把我手夹破了。我刚刚拽网的时候把手拽破了，不是他们夹的。看还有没有？我得小心一点，他们夹的太厉害了。夹的我都怕了，夹的我都怕了。嗯，后面没了，有海蛎子了，有海蛎子。看这海泥鳅，好花啊！我放掉它，嘿嘿。回去吧，你看，依依不舍了都，游走了游走了。咱把这个网弄上去啊，放在里边，太祸害海洋里边的小动物了。好嘞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把这个活干完了，干完了回去把货卖一下。好，拜拜。